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《火影忍者》手游《修行之路》76关。然后刚好今天买了一个新忍者叫静音，然后这个是用金币买的，然后是在那个什么礼包好像，是三层里面还是什么活，好像有个活动礼包，里面有个什么木叶丸，本来还想买，看见还是感觉用静音先顺手一点。然后有一个网友应该推荐，他就说。推荐是去那个部落，就是手机 QQ 里面空间那一块，然后有一个部落兴趣部落，然后搜索那个火影忍者手游，然后加关注一下，然后每天签到有奖励，然后还有一些活动，然后那些链接里面也可以得到一些奖励。哎，还是感谢这个网友，要不然很多奖励都不知道啊。然后拿那个忍者基本都是靠精英副本里面能刷到的基本都去刷，然后现在以前有的那些忍者基本都是精英副本里面刷出来的，每天去刷啊刷啊刷，刷了累积出来了几个碎片下来，现在也都到了二星。刚才第一波是打石头比较慢，他这76关好像是要速度解决，因为这个时间很有限，现在就剩两个，我现在就剩20几秒，最后一个打不到他，我操！最后一个太浪费我时间了，跑来跑去就剩15秒，看能不能解决这一期。一个大招，再喷他一下，再来一个针，还有两个，还有7秒6秒 ，OK， 解决了，还有4秒。啊，这一关时间非常紧，打这关要速度一点，要不然很容易就要重新打。我们打77关，这个应该是要战斗力高一点再来打这些比较好打一点，像打前面几关都随便打人家都轻松过，以前刚开始打人家打前面几关都比较难。啊，刚才有一个招风的忍者直接被我喷死了。现在第二波，大招闪你们！哎呀，静音要是能设置漂亮点更好了，偏偏设置成这么灰灰的，一点都不亮丽。要是要像那个旗袍的天天那样子就好看一点，红红的对吧？大红大紫。不过那个旗袍的天天不知道怎么拿，到现在也没有。应该可能是以前有活动有的吧，可能是过年期间，过年那段时间也没玩这个游戏，游戏应该才玩一个月左右吧，六月份开始玩的。6月份吧，我也忘了是哪一天。啊，这个忍者最讨厌召唤风，风会干扰你。靠近他身体，被风卷到了。好，第四波解决了，胜利。现在铜币是拿了很多了，有几百万的铜币，好像运都运不完。关键是金币太少了，以前金币不知道存起来买忍者，基本都拿去那个抽奖或者什么，有些不是说什么护符啊，什么还有一些像那个。就是这个修行之路嘛，然后扫弹的时候，现在打了70几关嘛，扫弹下来都要十几分钟，所以说扫弹快速扫弹的话是20分钟嘛，只要20个金币这样子就可以快速扫弹。像这个打4波怪的话时间就会长一点，像刚才76关那个时间实在是太紧，差一点就过不去，而且比较拖时间，就那些小兵又不在一起，而且前面还有石头挡路。然后上次本来是，然后木叶王和静音，为什么要选静音？那是因为打决斗场的时候，看见上次被对方的静音欺负的也挺惨，他用那个毒镖啊，一直让我中毒。OK， 还有一个，
第四波最后一波。一个大招新太极，再换蛤蟆，再喷，直接喷死了一批。准备打79关，我们准备玩到80关吧。玩五关，过五关斩六将。这又是打四波吧，第一波应该都很好打。哇，四个都是招风的忍者，这就比较不好打。而这个风很讨厌，你要会把人卡住，动了不能动弹。然后这个很容易耗时间啊，现在就剩两分钟了，两分多，还不到两分钟，要把这几个解决。哎呀，不要催我！啊，解决一个啊，既然这个刚才都没打到这个，刚才第一波左边那两个我是一起打到的，这个居然没打到，用大招打还打不死，还不能瞬间秒杀。这第三波为了快速解决嘛，不能太再浪费时间，所以只能派上硬大招，本来想大招留给第三波的。哎呀呀，被他喷了好多烟啊，然后这边还要看一下血量，要太很容易去很多血就嘛。哇，这一波竟然还附带补血的，补血又吹风，这可难打一点了啊。补血的先解决掉一个，有两个补血啊，右边还有一个，不过他补血速度比较慢，打这个还挺快的。现在就两个血，一个大招运到，把补血的先解决，要不然这两个又补完了。这风很讨厌，要躲开他，只要站中间这里好打一点，先把这个补血的先打，打完再打这两个就好打。我现在没多少血了，关键是时间也就半分钟不够，不能再给他风吹到了，再吹到可能就挂了。哎呀，最后一下，这79关也过得很惊险，这80关肯定也很难了，所以可能要战斗力要提高一点再来玩这后面几关，要不然比较难打。手狙30条血，如果是单打这手狙应该还挺好打，就怕后面打一半血出来又跑出一个什么别的东西跑出来，这特别是后面很多关都会跑出别的东西，打等你打一半突然又跑出别的。17条血，哎呀，被他加的打。13条血了，放狗咬他。12条血，哎，果然又开始招兵了。哎，两个补血的，他这样血又补起来了，所以就不要跟他打，但是被他纠缠了，我要冲过去打那个恢复血的。打又有一个风在这里，好讨厌，两个补血，怪不得补血那么快。先把打补血的解决掉，然后再把那个打风的解决掉。关键我血量不多了，现在就剩一半血了，完蛋了。还是那个时间还是有点，对，现在可以打他了，安心的打他。快跑，哎呀，直接把我吹开，没把裙子吹起来，又被他吹起来了。快跑快跑啊，没血了，这么快就剩一滴血，不能给他打到了，只要一旦被他打到就输了，时间应该是够，主要是血量不够。
完了，被他扇一下就扇死了。前面就是那两个补血的太讨厌了，补血就补血嘛，还有一个抽风的在那里。居然有人抽凝滞那个铀碎片四个碎片，继续打呀，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打通了。哎呀，怎么一开始就冲我？开挂！被他推起来了，这么快连招，我这把比上一把打得更惨了，这么快就去这么多血，这把怎么打？挺难打的。最近好像没有想那个极限挑战，最近打那个叫什么小队挑战，小队挑战要打那个打那迪卡拉的，哎，打现在又打那个佐助啊。他妈血太厚了，打都打不去，打了三次才打他两条血。这个好像要把他打到第十二条血对吧？十二条血以后他就会召唤那个补血的兵，还有补那个风。这个手机追我追到这里来，糟糕了，这一次就没血了，这怎么玩？这比上一把没血的快多了，上一把最起码还打到这的时候还有一半的血了，现在就剩一滴血了，再给他打两下就挂了，要挂了，这把可能又要重新打一把，只能跟他耗了，耗不过他，给他一个技能一卷就死了。手机我也有这个忍者了，好像是上次啊，就是那个决斗场不是比完了一个赛季嘛，然后送了随机碎片，就有了。反正那个礼包我还看到有个那个雪人眼的佐助，啊，不知道雪人眼的佐助好不好用了，所以我当然还是喜欢这个静音吧。佐助好像那个佐助和雪人眼的佐助技能都差不多，就多了个雪人眼。我们要再挑战一次这个，现在跟他耗，不能让他前面把我打血打去掉太多。要不要打到十二条血，然后再打那个小兵？这个关键要保护血，这个又没有补血的。打那小队突袭，他会补血一下，有一瓶血可以补。好，现在召唤出来了，对吧？还好在这边距离近一点，直接换老蛇。前面两把我的老蛇换太早了，要把老蛇留给这些东西，留给这个补血的、补那个喷风的、抽风的家伙，这样子就好打一点。然后再打这个，现在直接打他就快多了。现在打到他已经十一条血了，我血也不多，不知道这把能不能过得掉，要小心一点。九条血，再坚持一下，跟他耗一下。哎呀哎呀，还要躲过这个风，又被他吹起来，就剩一点点血了，再给他打，这有复活，有没有复活？快跑快跑，赶紧喷蛤蟆，能喷死就喷死，连两下，还有最后四条血，就这么一点时间，看见一格血，只要不给他打到就能赢，喷他，再来个大招。应该可以解决了 ，OK， 大招解决了，我会一直不断的坚持的，啊，就差一点没过去。那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欣赏。打第八十关打了三次，有宝箱。